进行完毕之后，竞赛部分将进行的是各组的400公尺跨栏决赛。首先登场的是国女的400公尺跨栏决赛，为所有的观众做选手的倒次介绍。第一道锦和高中方雅宁，第二道瑞元国中钟兆珍，第三道明德高中侯以如，第四道金城国中李博安，第五道高山国中周满柔，第六道合群国中沈敏珍，第七道大业国中纪延青，第八道彰化信义国中小赖以宁。其中预赛是以位于第四道来自金城国中李博安预赛跑出1分03秒93，暂时领先其他的选手。大会记录是由麦寮高中梁瑞轩所保持的1分01秒51。上一届拿下第二的是明德高中的童雨茹，这里面有100第二的方雅宁，100栏第三的赖以宁，冠军的选手。即将出发。上一届拿下第二的是明德高中的童雨茹。这里面有100第二的方雅宁，100栏第三的赖以宁。恭喜冠军的选手。